今天要分享的是转蛋，趴趴熊的桌上小物，总计是五款。其实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，只是趴下来的姿势不太一样而已啊。第一个是紫色款的转蛋，里面的趴趴熊是这样。低调。趴趴熊是这样，是一种呈现侧趴的样子，后面是这样，下面这是第一款紫色转蛋，再来是红色转蛋。红色转蛋则是呈现坐姿，是这样，后面则是这样。这是红色转蛋，再来是算是蓝色还是绿色？这一款转蛋只是侧趴，这边有故意把它用平，所以可以放这样子，完全是平的，不会晃动。然后后面只是这样，下面这边则有就是商品的一些符号跟标志。这是第三种转蛋，在第四种转蛋则是黄色转蛋，黄色转蛋则是拇指熊啊，有两个，分别是这样子的，跟小的趴趴熊，后面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，然后设计上就是这样子放着，跟另外一个可以这个，然后上面的小熊是可以。跟图看起来是可以移动的了，然后当然这几款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是可以把它叠在一起。这是第四种，在第五种转蛋，这是坐垫上的，然后这是坐垫，然后坐垫本身这边有点凹痕哦，然后坐垫上长，然后这只就明显比较大一点，后面上上面。下面，正面，然后商品总计是这五款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。